大家好，我是胸外科乔贵宾医生。之前我说20多岁的年轻女孩子，如果发现肺部的膜玻璃结节，尽量观察，因为涉及到自己的工作、人生、家庭，膜玻璃结节基本不生长或者惰性生长，对人体没有伤害，所以一定要慎重选择手术。但是今天讲的这个病例了，28岁的女性，我还是建议她要做手术，因为看起来结节的密度比较高，又能断定她是一个早期的肺肿瘤，也就是说她肺肿瘤的可能性非常的大，所以还是建议她做手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能我们权衡利弊，治疗疾病是最重要的。这个结节啊，观察了半年了，没有变化，哦，观察半年没有，但是这个结节看里面有一些空泡泡，很清楚吧？然后呢，底下这个地方是实性的，就密度非常高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你还是要考虑手术的问题，迟早要手术，因为半年虽然没变化，它还是没危险的，它不会转移不要命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密度比较高了。就没事儿了，也不用化疗，一定不要吃药，就能治好，不用吃药。是属于那种阳性的，属于恶性的，但是在恶性的里面偏良性，是好的那种。那就是做了，就是还有用。做了就没后患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对，你估计它永远还是微浸润。我觉得最少微浸润，甚至会报浸润啊，因为密度高，啊，这个又形态又典型的是一个肺部的早期肿瘤。所以像你这种情况，我昨天看的一个也是像你这样年龄的20来岁的女孩子，也是1公分12毫米，我就劝她不做，因为她是纯膜玻璃结节，那种的话基本不生长，也就没有危险。但是像你这种呢，你也是这种情况，但是你这个密度比她的高，所以还是可能要迟早要做吧。不会有做了就他这么早期，你发现这么早，他就不会有问题了。还要不要复检？对。那以后不管你做不做都要复检呀，因为你得了这些病。你妈妈是这样的啊。哎呀，我2年多了，我就在这里。对，你也是在我们这里做。要切肺之类的。就是要你这个呢，要做肺段切除，它的位置不能做楔形，要做段切除。段切是什么意思？